进来。陈总，小陈总的文件落在家里。哎，沈毅这孩子，怎么这么毛躁呢？这种文件还要我送吗？啊，不用，您休息，我送就好。蒋助理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？这有些事儿呢，还是要让他亲自去做的。哦，那我开车送您过去。来。孟总，孟总。对，过分了，吃早饭了，这么快？挑挑，来，我给孟总啊报告件好事情。哎，孟总，你看，这是咱们新产品的打样，眉笔、眉粉、眉毛雨衣，你试试。嗯，颜色挺好看的，到时候给你们做个推广啊。哎呦，自己家的生意那一定是免费的喽。那当然。哎，孟总，来，这次推广是免费的，然后那个。回来了，来公司找你哥。嗯，小八，还叫什么小八呀？来公司了就别那么见外了，也叫嫂子就行。小八，昨天我哥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，其实是我误会你们了，你们只是同……哎呀，孟回，你既然来公司了，我和沈毅吃午饭，要不然你跟我们一起吧？上次他带我去的那家餐厅可好吃了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谁有这个护手霜啊？哎，你有护手霜吗？这戒指挺好看的，小爸。哎，这个戒指对我妈来说有特殊的含义。我知道啊，送给儿媳妇的嘛。所以，你可不可以还给她？你干嘛？拆台吗？你还真的以为你是千山集团的千金呢？那我问你，你向沈千山叫一声爸爸，他会答应吗？都在聊些什么呢？哟，沈总，沈总好，沈总，沈总好，沈总好，沈总好，叔叔，怎么现在还叫叔叔啊？应该要叫爸爸。爸。哎。喜欢吗？嗯，喜欢，谢谢叔叔。到我们千山集团下面随便找一家珠宝行，拿一套价格跟这个一样的，哦不，比这一套还要贵的，送给他。哎呀，叔叔，这怎么能好意思呢？把你手上的戒指摘下来。啊？这个戒指对我们沈家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，那是要传给我们沈家的儿媳妇儿，不应该给你，也不可能给你，不应该也不可能给你。摘下来。三个吧。来，把这个戒指收起来。不过就是一枚戒指。这不合适吧？这个不是得给未来嫂子吗？等儿媳妇进门的时候，再买新的。啊？不知道沈爸有没有缺女儿？这下知道沈总像谁了吧？知道了。哎呀，这骂人都不带脏字的。哎，沈毅呢？我去找。哎，爸，你看看你，老是丢三落四的，嗯？谢谢爸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问你，那天你带他回来跟我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同事啊。什么？同事。哦，
那我明白。啊。神总在地。神爷。啊。昨天谢谢你配合，我和孟回都说通了。那个小八已经查清楚了，假的吧？当局者迷，沈毅看不出来，是因为关心则乱。不对，如果小八是假的，你再去查查孟回。